哎呀，别玩矿工了，我们也玩地震猪吧，毕竟我们的地震猪那也不是吃素的啊。来，地震猪啊，但是没事啊，我们这个地震猪是非常强。对面天狗啊，天狗看到他的战旗了，打天狗我们可以说是非常难打，但是我们不怕，先下个猪，两棒子掐在他身上，飞豆子提前沉底，他如果顶狗的话直接烟花，漂亮，加个这个加炸他，我炸，我去守的真完美，连爆炸伤害都没有吃到，怎么样吧，下这个我们小骷髅再去扛一下刀，有盾牌还是瓦基里，我看看你怎么防黄人，小黄人的话过来一个滚木，不够急啊，早点滚，不要让第一只死掉再滚，来滚不滚一下，逼豆子再逼一下，我要打三下那挺亏啊，还是得下一个小威猛来扛一下，啊，这黄毛有点漏啊，解不动，他肯定分一个古龙来解我们，不分直接炸，再给他吃一颗炸弹，右边炸点冰房，我去这个屌毛怎么，哦没错没错，两个地面啊，这个屌毛没错是两个地面，我们清理一个烟花，提前逼出他的剑雨，看他下不下，他下了，那我下个烟花他就跑，我们先过小骷髅啊，再过滚木，再下猪在主播边，他肯定得防的，第二个烟花出来，他虚空法术防，如果他用黄毛防的话，我们先烟花解他，但是什么呢，但是他有虚空法术跟剑雨，我去妈雪克呀，这怎么打呀，我好不容易玩个这个，对面虚空法术加剑雨，这狗贼啊真烦，他有气球的，我们选择电塔下前一点了啊，他有炸弹兵，小骷髅分一下按烟花打一炮，加一个滚木应该是够的，冰豆子过一下烟花下这，虚空法术没了，电塔滚木滚木烟花一炮能打掉吗，哎呀没有打出来，没有打掉我就不说什么了，居然没打出来，真的是可恶，两个电塔直接给他点鸟，完美完美收场，虽然对面两个法术都非常克制我们，但是还是被我们拿下啊，这个开下个这烟花给豆下厚一点冰起来，再补上个电塔，烟花再一炮直接带走对手，我们左边也是逼他下一个炸弹兵，不会去开技能了，因为我们你费用也没那么多，说实话不用急滚一下，小骷髅挡公主看能不能挡到啊，他下了个骑士，我们先下猪交换费用，这样一来的话对右边就没有那么好组织进攻，地狱塔我们下这个烟花在这啊，漂亮给他打掉，冰豆子过一下，我上个滚木，小骷髅再过一下，猪来还有滚木滚一下，哇去好亏啊，哇这一波好亏啊，哎对面哎挺傻 啊送了我们一波，他的公主有了吗，快有了快有了，但我们还是得过一张牌啊，非常难受啊，下公主只能直接滚没办法，差不多我八费的时候他会下牌啊，因为他稍微赚了一点，滚掉滚掉，像那个威猛矿工他不敢丢火箭的，这边像这个小骷髅在这刚好扛住两刀，左边我们可以跳个猪，但他不会下地狱塔，这一波他肯定会丢火箭，所以我们稍微有点间隔，好
还是下地狱堂。下了猪之后要下一张牌，这样你的猪才过得更快。你看我们下一张就是猪啊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。但是被他给解掉了，没有敲出来。挡住，稍微慢一下啊，留了这个滚木烟花下猪，这个得交地震了，已经忍他很久了。看来我们这一波烟花是没有保住的，有滚木烟花别走右边啊，下猪漂亮，他失误了啊！这边下威猛，烟花不接透。进化烟花不是跟你开玩笑，一炮。下了猪之后，立马下个小骷髅过一下牌，再震。有滚木在手，不用怕。跟这个冰豆子尽量把他的地狱塔给拆掉，失误了，哈哈。敢丢火箭吗？他不敢，因为他要守这个猪。震掉。意义何在？木啊，就有猪了。你下了猪之后，下这四张就有猪了。但是由于你场上有未木矿工啊，他死了之后会判定在第三张，所以你要过一张牌，不然你第三张就变成，不然你第四张就变成未木矿工了呀。明白了不？不然你三张，第三张就变成未木矿工了，就要在未木矿工死之前多下一张牌，让那张牌变成猪。虽然这么说听上去有点复杂，我的啊，有点亏呀、啊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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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玩血亏啊，我去，血亏血亏血亏。裂开裂开，不过没事，我们给他打异路啊。没关系，1500血，他没有大法术，他能拿我怎么样？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。哎，他左边一下牌，我右边再下猪。啊，被迫下大皮卡，我们下刺客，又是一锤，一锤，哎，电塔舒服，小骷髅在这里挡一下，今天把他那个给拉过来，我们再下这个威猛矿工，再慢慢转他，但是他这一波会有一个幽灵，他幽灵会怎么下呢？我们下在这，还是下猪来挡一下吧，下烟花的话感觉太亏了。
然后这边下成一个烟花射手，下桌，这一步也是我们反攻的好机会。烟花来拉扯，右边有点危险的。但是右边选择卖掉。好，守得非常的好。像一个威猛，小葫芦下这里拉扯，冰豆下这，烟花来给他来一炮，好，漂亮！这一波我们的也是光速猪。比如说我们一下要下三张牌就有猪，现在啊因为有个威猛矿工在啊，给他留了一个位置，震一下啊，非常不好解这个的，挡一下火把，这边一下小葫芦来扛，还有虚空法术我知道点，这整个电塔，再把这个滚木啊，我们就快斩杀对手。哎，现在也是一脸懵逼啊，不知道该怎么打我们啊，直接破掉，来个技能炸他一下，火小葫芦挡一下，下出，我先用点我们烟花直接打他，敲到了耶。为什么没有人带机器人啊？机器人有人带，但因为机器人没。好，下个字。又是飞桶，打飞桶肯定算不上好打，但他这种笨逼飞桶的话，就非常好打。因为他这飞桶确实太笨了，没有大法术，他过牌也慢，但他有一手镜像桶，镜像桶，他有一手镜像桶很厉害。没凤凰可以换啥？什么卡组？你干嘛？就这点台阶还要跳一下，我真服了。就是这个牛逼，我好像没大用了。因为毕竟他公主还是射出来了，他也解不了烟花，他这个卡，因为他确实是没有大法术。
这个人是气球啊。滚木啊，我要学会不滚木破塔啊，还搁那笑他。笑得好猥琐啊，对，这个小王子笑得确实挺猥琐。这个猪打到他蛮多血量的啊，就在他进攻的时候，我们去打一个进攻啊，能打到他很多血，因为他的费用不足嘛。就是我们的啊，以攻代守，但这一波猪下的没有那么好。哎，好像也挺好，再逼出他一张牌，他下了一张牌，现在没有炸弹塔，再下三张才有炸弹塔。威猛矿工炸一下500嘛，哪有那么夸张？刚刚都没有准备好，刚刚一直在笑着你。再下两张就有了，已经有炸弹塔了，不急我们。看这一波有没有炸弹塔，只能下小骷髅，小骷髅被鬼木滚掉。对，这就是一个速转猪的一个打法，就是跟他错开排序的话，他也是很难受的。先下电塔，先下电塔，再下猪。挖矿工去守护这个猪啊！所以说他没有挖出这个矿工啊。耶！对面击不了烟花，对他不好解烟花，他只有雪球，很厉害的。算上回放吗？肯定不算啊。狗球又来了，又狗球，哎呀！其实我们打狗球不好打，首先刀塔削了猪不管的话，好像能直接把塔给破掉。它是什么虚空加小电吗？
这也被炸了，好疼啊！炸一下。嘿嘿，哎，我就差点崩盘了，我就好危险啊！最讨厌烟花，哎，死神烟花确实挺烦人啊。我给你下了个火法。哦。什么玩意啊，那不是个迫击炮呢，迫击炮凤凰加炸弹放风，没有大法术哦。哥布林比赛有一套卡，随便带啊，达到1000分的话，或者是你打的时候复制一下对手的卡。这个问题挑战我都是月初打了，前期用的什么卡我都忘记了。500，哎呀，完了！修胎吗？修不修胎啊？光塔杀了不行，瞄准发射，我射到没？哎呀，对面这迫击炮矿废物也太大了，完全过不过我们。